哦，他本来是要和崔雨桐一起吃，因为那条留言不就是说想跟你一起吃泡面？嗯。哦。吴师傅来了，我当你的摄影机吧。啊？为什么？不用。要不然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在这做。我觉得这个好了。可以。你平时晚上也吃宵夜吗？哦，对。干饭人，干饭魂。吴师傅他此刻不知道大家都投了他。他不知道。好看，他还在做绅士。我来吧，这个有点烫到手。他帮他夹好。啊，泡面，好想吃，我饿了。咱们坐那边吃吧。嗯，坐那边吃吧。我们好像距离晚饭没有吃过几个小时。其实刚才都没怎么吃了，我觉得。但我好像吃挺多的。试一下味道怎么样？好吃。我觉得你蛮漂亮的。我觉得你蛮漂亮的。像你长得又好看，而且个子又高的话，我觉得我出去一趟。嗯。